同学们看下第二题哈，他说盐酸去滴大理石，盐酸 HCO 去滴大理石碳酸钙，它会产生二氧化碳水和氯化钙。然后如果说这个反应发生的时候，你并没有把它密闭起来的话，你的这个盖子是打开来的话，那二氧化碳就会跑掉。好，盖子没有盖起来，那你的二氧化碳会跑掉，所以它测量出来的质量会比较小。但是我们遵守质量守恒定律，有还是遵守质量守恒定律，因为你把跑掉的二氧化碳塞进去，它依然反应前的质量会等于反应后的质量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你看这一题，他说产生气泡，解释质量守恒有点不合理，为什么不合理？因为你跑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，你没有考虑到你要把它密闭起来才可以，你跑掉的二氧化碳它也是有质量的，好，所以答案选 B， 产生气体散失到空气当中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题。